儿已经推过了是吧？对，已经推过了。它这上会有个切缝，因为上一地方挤完了，这地方又挤出来，它中间会有个接头，你可以看一下。没看到呀，还没出来。在上一根棒那儿吗？对啊，就上一棒，下一棒的棒子出来。哎，过来了吗？哦，已经过去了，这都过去了。出来了吗？接头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这个接头是代表啥呀？代表这地方是上一定结束，这一个新的开始了。啊、哦，因为它中间不是换帽了吗？啊、哦，到时候这个接头肯定要去掉。肯定要去掉，接头前后1米都要去掉。啊、都没有。看到了，接下来了吧？等于说这是下一个竖棒，然后再下一个。对然后1米多都要去掉，都没有。它那个焊合线不是在里边吗？直接是。直接，它直接焊接。啊、哦。只要温度够，压力够高，这个焊合基本上没有问题。里面这个出来就很热，不能碰。500多度，500到530。我看着不热，对，你看这个滋滋的，电风扇都很热。